在娱乐入边，民主所谓大家啱啱到，啊，真欢喜，真欢喜，大家期待。啊，那个韩总统他未到屏东，那么我们的韩总统终于来了啦，哈，啊，恭喜了哈。那么怎样？屏东是绿油油一片呐、啊，这嘛熟悉。但是呢，啊，经过这段时间，经过这段时间，大家感受到，不管对一党，主要有能力的人，主要我都照顾百姓人，我都让咱的百姓会当过着好生活，会当让咱的啊百姓会当有好经济。我相信，这就是大家共同期待一个总统人的啊。那么，给大家报告。韩市长过去到今仔日一路行来，就是拢家己亲自投入伊的工作。咱看到伊过去伫我哩也好，看到伊伫歌仔公司也好，讲啥无眉无眼跳走跳啊，啊来奔波周转，就是为着啥？保护啊咱的百姓啊，这个好生活。我相信伊这块精神。我相信啊，伊这个能力，伊大家共同打拼，未来也当顺利来当选咱中华民国总统。我相信一定带咱台湾安居乐业，带咱的人民会当经济发展，对不对？而且再次感谢啊，咱在座所有的领袖，长期来对着咱国民党啊的这个帮衬，咱嘛而且再次。啊！拜托咱每一个人，伫这个剩三个号码上重要的时刻，大家拢当站出来，来发挥咱的力量，啊，予咱的韩市长比咱台湾民国总统好冇？啊！最后一次再次感谢咱大家啦吼！啊，大家做个温馨三个号码尔啦吼！啊，过来咱屏东哦，咱有。咱的第一选举地方委员啦吼，咱的 L 三三啦吼，咱的第一选举地方委员，啊，第二选举哦，啊，咱的地方委员周佳琪啦吼，再把我的左边，我的左边啦吼，啊，伫上山区的地区啦吼，一个总理啦，按管理站出来吼，啊，拜托你再用支持咯，大家坐坐啦吼，啊，共同做一后盾，啊，咱真期待，咱总统当选，两个地方委员拢当选，我咱的地方一过半了冇？谢谢曾议长，记得不是韩国瑜总统当选人，我们立法委要过半，对不对？对。屏东这两席，台湾原住民的一席，全拿，全来拿吧！好。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王进士王委员为我们勉励。好，谢谢廖主委，我们韩市长哈，啊，韩总统。我们周议长跟副议长哈，因为所有的我们的啊议员先进啊，我们屏东市长林边乡长哈，有几位乡镇长做一跟大家报告，现在在屏东的东升餐厅，我也不多讲。那这一次郑进士啊承担这个，其实刚刚有点犹豫要不要直播，因为晚上只是一个餐会啊。我想我们那不过韩市长要讲话，我还是先直播给大家看。他的公子啊哈，他的千金啊。也参选立委，所以他会避险呐、啊，所以他这个担子变成我来承担哈、啊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但是我诚惶诚恐啊，但是也勇于承担，全力以赴。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韩市长来当选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想今天因为韩市长等一下要赶到台南市，所以时间不多，我们话也不多了哈、啊。这个就等一下，请韩市长来，什么地方来帮我们啊？加油！谢谢。谢谢啊，感谢啊，我们屏东县的廖婉如廖主委啊，非常感谢王委员靳世秋，现在是我的主任委员周议长，我们农会的苏理事长，屏东市的林市长，还有我们在座好多好多议员，还有我们三位的叶寿山、佳琪，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张正辉人，马就跨博的两位，这对。还没有到哈，这东西还没有到。还有严将军，还有我们所有屏东县妇女界、政界，还有党部，还有各个所有的义工、所有的议员、所有的代表、所有的里长、所有的政治精英领袖分子，大家晚安，打烊。
高雄屏东啊，只要剩起来剩隔壁亲戚啊，高雄过来就屏东，再过过来屏东，啊，不过过一段时间大家都了解，拜一到拜五，高雄市政非常忙碌，刚刚拜六甲礼拜两天尔，所以东部花莲啊，还有新北啊、桃竹苗啊，还有彰化、南投、台中，大家都说尽可能的去，所以说屏东呢是提名之后，上个星期在台中，啊，今天摆的来屏东啊，代表对屏东的感谢。屏东大家说绿油油的一片，恭喜各位，我是不同的看法。给你到屏东大概五个场合，每一个场合我们屏东乡亲，哇，好多人，那个眼睛啊充满着期待，那个表情啊充满着热情，握的手啊紧紧抓着不放，抓我的手抓了好紧好紧，真的就是期待改变，民心思变。各位屏东乡亲，打个通了解，我选举只有八个字做主目标：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。但是我们屏东各位差近底差固了，还有几位校长也都知道，我们自己静下心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前途，你会不担忧吗？光这一个礼拜断交就两个邦交，我们现在整个对外关系一筹莫展，经济发展一塌糊涂，海峡两岸一团冰冷，整个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，内政社会所有的冲突、所有的不满、所有的不安，整个社会真的感觉那个情绪一触即发。各位屏东乡亲，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人，不像嘉琪啊、立华议员比较年轻，我们看过很多人生的百态，我们了解，我们经历过生命的大风大浪，那几细难跨太嘴了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我时常在想，如果我们不能让台湾人民过好日子，不能让台湾人民有信心，不能让我们下一代有好的前途，我们这个政治人物是完全完全不及格，完全该打屁股的。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台湾人民过得安全而且富庶的好生活。现在这三年半超越政党，你敢跨埋啊，这三年半的执政，台湾是越来越危险，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危险，我们的人民是越来越贫穷，我们一筹莫展，台湾人过得怕表领金又善良，我们不该接受这样子的命运，我们一定要突破现状。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2020年1月11号，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手上这张选票，这是最后最重要的改革改变的机会。所以屏东两席立委，我开玩笑，神雕侠侣南侠客叶特山，我们女侠客周佳琪，还没有来的哦，还没有那个张东辉还没有到，放在这里啊，郑辉到了没有？郑辉到了没有？啊，不到我就不帮他加油打气了。要拜托还有一个张正辉、叶色山、周佳琪，要特别拜托屏东乡亲，这个所有的小爱都不重要，这次是对国家的大爱，大爱比小爱重要，所有的小我都不重要，大我最重要，2300万的人民，所以希望大家能跨区拉票，一定要跨区动员。我说再美丽的小鸟没有两只翅膀飞不动，再雄壮威武的老鹰没有两只翅膀也飞不了，总统要过关，立法委员要过半，对不对？所以屏东的立法委员拜托大家全力动员，一定要全力打，优秀有爆发力认真怕表的叶寿山，认真优秀的周佳琪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高票当选吧。拜托屏东乡亲，我们紧密的团结，2018年台湾南方崛起，南部力量跟声音出来，2020年我们南方的城市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屏东，我们一样大团结，未来台湾的南部北部双引擎全部冲刺经济，好不好？
跟蔡佳琪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感谢。我脸皮比较薄，我不好意思帮自己拉票。因为选举就是一盘米粉，所以一盘炒面，一盘。我有赞助一盘哦，各位媒体要注意看哦，我们只有炒面、炒饭、炒米粉、炒豆粉，其他好像也没有加菜的哦。笑死我了，有图有真相。大家轻松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请主任委员还有院长、副院长陪我们候选人跟大家敬一下，感谢大家，祝贺大家。来，好了，我们在屏东中正餐厅，那只是一个餐会。男媒体女士先生们，不好意思，市长哦，已经讲完话了，饿肚子不行哦，用一点餐好不好？哎，上面该做的都做了，我弟待会就把直播关掉了。那今天屏东的行程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大家下一站要更有力量一点哈，我们把摄影机放下来。听说下个礼拜是去台东，休息一下。反正大家随时注意虎哥的粉专，都会有消息透露。那每一场都会有直播。哎，媒体的后面的桌子，大家一起加油。简餐嘛，哈，填饱肚子。但是呢，跟大家讲，我们东升是老餐厅嘛，所以呢，虽然是简单的炒饭、炒米粉，好了，大家拜拜。炒面，但是。